来斗一下地主，我有1500万欢乐豆，今天的目标是2000万，两天输完。我说实话，我斗地主水平是可以的，蛮强的。为什么我直播斗地主老是输呢？因为有时候打得比较浪，你知道吧，没那么认真，打得比较浪，然后有时候贪，有时候在娱乐，应该是输了。大小王一个赖子，这个完全可以叫地主啊，叫地主，这把叫地主是必须叫的，必须叫的啊，看人谱。那这个牌超级加倍啊，像这种牌是必赢的，必赢，就看你赢多少啊，赢多少，你要打多少个炸弹。很明显我们这把打三个炸弹啊，打三个炸弹是最高的，最多的倍数，这个你能懂吧？所以说我们要什么5 6 7 8 9是肯定的啊，5 6 7 8 9你这个牌怎么打，你肯定是要打一张五啊，这个单二不一定能过。感谢隔壁老樊的12枚大飞机，感谢今晚大老虎的一个飞机，谢谢隔壁老樊，感谢隔壁老樊啊，谢谢各位帮我感谢一下。这二不一定能过，扛门顶二直接让他出，他只要花里胡哨给他一仗啊，看他出什么。他要是想跑，这牌是必赢，这种牌不赢，我说实话啊，不可能不赢的，好吧。这个牌不赢，我立马抽10000块钱红包现金。顺子，我不是钱多，我是知道这把是不可能赢，不可能，他们不可能赢，我不可能输。3 4 5 6 7，我说，我讲道理啊，其实我要是有点脾气，我就炸他了，我不忍他也行的。但11张牌，你求稳一点，可以忍他一手，但我讲道理可以不忍啊，我决定不忍。炸弹，我先换个人出牌，啊，换个人出牌。好。他如果炸我，说明他有急事，啊，他应该是不会要的。像这种牌呢，你打什么？你5 6 7 8 9其实有点危险啊，可能要被按，他可能是要不到了，但他可能要到，所以我们要打个勾。打欧的话，看他顶不顶二，他顶二给他出，他15张牌的一张牌没出的，你让他出啊，但这个人不能让他上手了，你看他出什么？我现在4个K出去不一定能说到话。对吧，你看我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不打5 6 7 8 9的原因了啊，我这就是不打5 6 7 8 9的原因了。我决定让他出一手，他这手只要出超过5张牌直接一个炸，超过5张牌一张单二起跳直接炸，不给他说话啊，这时候我二基本上能讲话了，而且我这时候打4 5 6 7 8 9我还就是最大的，你懂吗？哎，我这时候打这个还就是最大的，他们外面有炸，他不敢炸，炸了之后我直接单四二收回来，他们扛不住，对吧？你这个牌你能要到我让你出吗？你3张牌我还能怕你跑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时候我肯定是不能起跳，但是你3张牌你跑不了，你打个对三，外面还有2个赖子，还有3个赖子，你是不可能有炸了，他一张牌肯定是比较那个的，是吧？那我现在打四的话，他肯定能顺过，我打二起跳他要炸我，对吧？啊，我操，10000块没了，真的就没了，死牌了这个，我操！黄金2张牌了，搏一搏啊！搏还在搏啊？要不起。外面4个4嘛，4个10嘛。4个10，5个10，他可能5个10，我逼他，我赌他一手，我二起跳，他肯定炸我，我单死就没了，我赌他一手，这张牌他底牌是四，我赌你是四，你是四，我红包就不需要抽，我今天就赌你是四，我10000块红包我不用抽，啊？二，我神梗二，第一赌神跟你搞斗争，想要我红包不存在的好吧？感谢隔壁老樊的10个大飞机，谢谢。感谢隔壁老樊的魔法皇冠，谢谢。我说了不可能输啊！我牌是给你算死死的，这就是赌神，知道吧？啊，想赢我红包10000块，那么容易的吗？没那么容易啊！啊，靠，不拉啊！啊，这把牌拉锯了，掉地主，不想，嗯，超级加倍，不加倍，超级加倍，
名牌，连队，把他炸了。哦，他有飞机，不要，没用，过，飞机，皇上 ，pass， 要不起，飞机，我靠，要地图，咸鸭蛋味道不错。我非常喜欢吃咸鸭蛋蛋黄，但是蛋白不太喜欢吃，太咸了。但这个蛋黄真的是美味。不加倍。今天伙食不错，咸鸭蛋、排骨，包菜，飞机，毛豆烧肉，我靠！不要炸弹！炸弹！过过！王炸！不要不起！队伍。终于我起飞了，抢地主！抢地主！我靠，没补刀，还超级加倍，这个牌我不虚的呀，根本不虚。名牌，顺子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各位。一仗，两仗，三仗，四仗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各位。炸弹，我炸了，别动。炸弹，啊，怎么说？炸弹。快点啊，都等着我花了。要不起，不谢了。对二 pass， 炸弹，很烦，过。要不起，我靠，八，炸弹，心态爆炸，心态爆炸，我这牌，我真的还是给我拿起来了。不抢，不抢，开始给我拿起来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哎，加倍，还可以啊，超级加倍，不加倍。又超级加倍，比我还屌！名牌，我有毛病吗？这个牌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各位。一炸，两炸，三炸，哎，什么鬼哦？炸你！不要！炸弹！过。过，四打二，要不起，不要，受不了。
哎呀，来把龙牌啊，让我赢一把。好的，来了，起飞，补一个七，补一个勾，补个四，单四啊，七四，哎，可以的，不加倍，超级加倍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牌三四五六七怎么样？不加倍啊，还行。那我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勾蛋 K 怎么样？不划算了。这个牌先打一个六，不太好，先打个三吧。感谢嘟嘟银老五送上的飞机，先打个三。二，不要。这手二扛的我有点烦。pass， 给你出一手。飞机。这个必须要打。挂。这个肯定要花两个来着。鸭子。没办法。要不起。快点啊！都等得我花都大你。哇，这也行吗？不要。看来是吧。三带一对儿。管上。我靠，这把倒没什么。诶，他给他咖啡了。他给他咖啡了，他有炸。炸弹。漂亮，你等一下。炸弹。叫地主，不抢，抢地主。他凭什么叫地主啊？不抢，我都搞不懂啊。啊，这把很明显我叫地主呀、啊。超级加我倍，我还去反手超级加他倍，很烦。我都搞不懂了、啊，凭什么这么皮？啊？我好像是有点不太好打，我靠！接啊接，大王挂！哇，这么牌这么好吗？我靠，小王都出不了。顺子，哎呦，反手给你一家就那个一炸，给他咖啡。快点啊，给他咖啡，到了你出，我看你怎么送到他的手上。炸弹出啊，你出过不虚，你是你打对子非常好，送到我的手上。对，反手就是对二，逼你一炸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啊？炸不炸我？不炸我小王，你还得出炸，给他咖啡又让他炸。哎呦，那你炸打不了了吧？我还跟你说，你还又要炸？哎，怎么还就那个说？要不起？哎，不要了吧？那我怎么打呢？我来波飞机，对吧？加上个炸弹沉底，我就已经250万了呀！我就已经250万了呀，是吧？飞机啊，就已经250万了。所以炸弹有啊，不要，还就那个把我按住了，哎呀，还就那个跑了，我就很难受。职业玩家以及很多观看大主播的玩家留下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，很强。不抢，抢地主。你凭的是什么呢？我完全不理解。反抢地主。有，感觉泡泡炸，他就超级那个加倍。不加倍。顺子。不要。鸭子。pass， 说，怎么说？对三，哎，对八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吧？要不起。
对王之王，对穿肠，对二，正是在下。不要，炸弹。啊、怕了，强、啊。pass， 八，二。哇、哦，给咖啡了，完了，他居然是王炸，我难受。炸弹，我很烦。要不起，不要。他就那个狙击，哇、哦，他就那个狙击。王炸，哦，他就那个狙击。pass， 勾。被打成睿智。这几轮被炸得头都抬不起来，我居然中一加倍。嗯，这把呢没有欢乐豆了，我靠！哎呀，摸一把龙牌没有欢乐豆。叫地主。我靠，这个牌多好啊！哇，哟，居然补的有点丑。超级加倍。虽然补的是有点丑啊，但是名牌四五不重要了。要不起，不要。连队。爷，你是花里胡哨吧？炸弹啊！还有那点花里胡哨啊！怕怕，你在干什么？炸弹。哟。我还就不相信你这把还就能跟我硬决啊！我还就那个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挂要不起、啊？怎么说？还就那个，啊、我还就那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，还就那个蛋开间啊啊，还就那个九十个蛋开啊！炸弹，不要 pass。四，十，我的心态就如同一颗玻璃，从二十楼掉到了一楼，砰！要不起，九，圈，过，二，要逼我打电话，对三，啊，不要。对八要不起，对十不要，对 K 来，我充一个亿欢乐豆，这游戏没意思。